准备开工了，服务好客人，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赶快打扫好，客人来了。那个小的，快先摆在那个。出包了。Get out my kitchen！ 上菜了。很好吃，超多鸡毛的，你有整理。我上去，我上去。男生很忙嘞，这民宿不好开。欢迎光临。